记者涂莹如台北报道，日本和牛自开放进口后，便以美食界金鼎著称，并多以套餐或干煸的方式与饕客见面。台北美福大饭店自12月8日至2018年3月31日，于饭店内超人气的彩绘自助餐厅推出魅惑舌尖吉祥汉牛，在午晚餐餐及单点主餐提供 A5 等级的香煎及上日本汉牛，自助餐台上更提供无限畅想的澳洲汉牛料理，现切美国 Prime 炉烤牛排、波特酒煎夹小战斧等美食，让饕客可以一次尝到日本、澳洲汉牛以及各项丰盛肉类。午餐美味1500元，10%；晚餐美味2000元，10%。台北美福大饭店彩绘自助餐厅现切餐台提供无限畅想的澳洲汉牛料理，现切美国 Prime 炉烤牛排、波特酒煎夹小战斧等美食，美福提供。除了精品吉日汉牛进驻主餐，美福更将于跨年夜首推彩绘风跨年，12月31日22点至24点美食不停歇，餐台上持续供应牛肉面、现切美国带骨牛小排、各式港点及泰式风味餐点等，搭配多款调酒及啤酒无限畅饮，美味880，10%，可与好友们享受美食，欣赏日本爵士乐团与大厅的精彩演出。台北美福大饭店彩绘自助餐厅的手桌港点也是人气亮点，美福提供。台北美福大饭店彩绘自助餐厅将日本汉牛加入味上主菜之列，在享受餐台上的澳洲汉牛之余，还可点 A5 等级日本汉牛双享品尝，美福提供。